今天给你们看干活。单子现在手里的单子还在做一年半以前的，我咋接？主播什么时候可以？你什么时候可以订货？现在不接单了。你要是要个耳钉的话还有货，你要是要我手里这个，那没有。现在我还在做的是去年二月份接的订单，50-60单左右吧。接完之后就没有再接，因为我知道我做不了那么快，做不了那么多。但是还有就是还有要等我接单的人，大概还有200-300人吧。可能是他们觉得，我用的羽毛颜色比较一致，因为我会挑好多遍嘛，不管是孔雀羽毛啊还是鹦鹉毛，我都会对比相近，就是尽量不让他们有色差。颜色接近一些，我也问过他们，我说你为什么就要等啊？他们好像意思就是说，养鸟、栽鸟、全网就一个，肯定愿意等。